只要努力登上这个舞台，到最后这个舞台会是我的。体量不足啊，松选手不该找他，直接灌他就死了。击杀那松选手有办法一回三吗？高扣里，哦，哎呀，这个，我觉得现在我在六都所有选手里面，没有说算数一数二。好，女中选手出来了，他已经，哎、哦、哎、欸啊，这个要来、哎、击杀了，哇，老爷要进攻了，而且 S Y Y 被包了，打了两个，三个打一个啊 ，OK， 松选手，松选手九地打三个，这个时候有没有机会？四四有没有机会打一个？机会打掉了，哇，残局的一个一打二啊，松选手，当初的初衷跟热血还有动力都回来了。哦，又是松选手又打两个，哇！可以给我们松的松的那个三个、四个，打三个了吗？对，可以给我们松的四句吗？打四个吗？没有，打三个。哇！他又一打三，头撞四训呢。当我进了职业队之后，我要把我自己训练的模式再提高。好，松选手，松选手，你是否又可以再当英雄呢？可以，也太难了吧！哎呦，打四个，这局要打四个，你就是，哎呀，哎呦，是两个，没机会了，快发现了，没机会了，高雄海洋的，哇一有一，一有一，一个还一个 nice， 想说啊，然后让我自己可以登上这个舞台，然后让大家看得见我，只要努力登上这个舞台，到最后这个舞台会是我的。我叫吕玉松，我在高雄海洋星队 SF2 职业电竞联赛，我们来了。